起来。老爷，这两天倒春寒，夫人让我给您加床被。放里面吧。哦，对了，夫人怎么样？这个梁大夫又来看了下，说寒气还没散完，要再吃两个月的药。你用心伺候着。是。是要喝水，竟然把你吵醒了。没关系，你把何香叫来就行了。何香都已经睡了，来，我罪孽深重，你不必对我这样。清白，白石，你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像我这样心底如此不甘，又做出那种事来连累那么多人，你不休我，还给我一口饭，让我苟延残喘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恐怕你会更加嫌弃我。你怎么了？不说这个。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谁都不要嫌弃谁，认真的做一对夫妻。是有什么事发生？没有，我感觉得出来。若是有事，也是我自己不再执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跟你在一起。